说啊，中国东北有老虎，来到了四川它有熊猫，但是我们这一趟来到的地方呢是湖南。湖南出了什么呢？湖南有蛇。我这次来到湖南呢，打听到有一个地方叫永州，而永州这个地方呢，跟这个我们以前的唐宋八大家里面的有柳宗元呢息息相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柳宗元呢被贬值，哦，下放到边疆地区的时候呢，就在这个永州这个地方。而永州这个地方呢，居然据说是出产的蛇。什么样的蛇呢？在古诗上面曾经有记载到，他说这个蛇啊，异蛇，异类的异，异蛇。凡异蛇经过的地区呢，草木皆枯。到底是因为它大只，还是它很毒，还是它怎么样？不知道。到底异蛇是什么蛇？竟然连古书上都有记载，而且根据小马的打听，这种异蛇居然还有中国制毒的封号，不但草木碰到它的身体就会枯萎，如果人被咬到更会当场毙命。到底异蛇有多可怕？湖南又为什么以蛇出名呢？好，如今我们不妨可以先到当地最有名规模最大的蛇市场看看，就可以了解其中的原因。只是在进入市场之前，导游却突然希望我们使用小摄影机。难道这里暗藏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？怕专业摄影机的出现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吗？世界第一。现在起了一大早呢，我们来到这个湖南长沙呢，有一个非常传统的市场，叫做西长街。西长街这个地方呢，卖了很多的珍奇异兽，鳖啦、乌龟啊，哦，还有一些牛蛙啦等等之类的。好像都是对身体蛮补的，这就是我们湖南的那个口味虾，就是这个做的，这小龙虾啊，龙虾口味虾，其实这很像波士顿的龙虾，你知道吗？这很像波士顿龙虾，然后这里还有卖那个阳澄湖的大闸蟹。虽然以我的这个尝试来讲，好像大闸蟹的季节已经过了，不过呢还是有大闸蟹存在的。那到底这个季节里面的大闸蟹好不好吃呢？老板娘好不好吃？现在好不好吃？那你这是阳澄湖大闸蟹啊？可是你写阳澄湖大闸蟹。好，我知道这个店名叫阳澄湖大闸蟹。店名叫阳澄湖大闸蟹，但它不一定是阳澄湖大闸蟹，知道吧？这是有逻辑的，有逻辑的。这些鳖它是哪里来的？是湖里面来的吗？还是自己抓的？养殖的多是不是？那你们这边都是怎么？他是吃补的吗？是补身体的吗？我是补。一般都做酒席嘛。吃的壮阳的。壮阳，以形补形。对。那肯定要挑一个鳖头大的。对。你是个内行。我是内行。那这个小龟我就不吃了。小龟，这是给小孩补补，对不对？要吃大鳖。话说这西长街不过短短100公尺，却是全湖南最有名气的市场。没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里卖的全都是禁毒用的山珍野味，其中呢蛇的交易量呢更是惊人，平均一天要卖出4-5千公斤。不过到目前为止，第一类小组并没有遭受到任何不友善的对待，老板们呢更是热情地介绍禁毒的好料。是导游对西长街的误解吗？还是我们没有碰触到禁忌的区域？然而正当我们还在疑惑的同时，眼前却突然出现了不下数十摊的卖蛇摊贩，导游更是紧张的希望我们低调拍摄。难道会有什么出乎意料的状况发生吗？啊，有蛇有蛇，哇，一进来就有蛇嘞。这个蛇什么蛇啊？多少斤啊？毒不毒的？没毒的。这个老婆是什么生意啊？不要给我。因为他皮可以拿去卖嘛，皮可以，那哪一个蛇比较补啊？真的？大鳖可以补吗？可以，好像有点怕，哎呀，你给咬了，看，咬到了。
听小敏说，其实大部分卖蛇的商家都是合法买卖，不过还是有人会违法贩卖保育类的动物，也因此呢，常常有官员来查缉和收证，所以只要看到摄影机，难免会引起大家一阵骚动，有些老板甚至会直接关门闪人。为了拍摄顺利，他才会建议我们使用小摄影机，也让小猫我见识到湖南西长街这个卖蛇大本营的真实状况。至于画面不是那么好看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你活着吧？啊，这我们医院把输出了一个男生呀、啊。哎，好可怕！你不要被咬哎。25块。一斤呢？那几条了？那几条了？在这里。再买一条。那个便宜啊，那个才5块钱。那个多少钱？28块的是吧？没有毒也会咬人呐、啊哎！你给我包一下，这样装不行了，我怕嘞。没有毒也咬人的。根据小猫我的观察，不过短短20公尺的街道，竟然塞了不下数十摊的卖蛇摊贩。湖南人有多爱吃蛇，由此可见一斑。而为了让我们看清楚湖南人卖什么蛇、吃什么蛇，导游特别买了一条，准备让我们仔细瞧瞧。由于啊，刚刚在那个市场里面呢，我们的大机器进去的话哦，他们当地的这个老板呢，可能会有一点这个防备心态。因为毕竟呢，里面卖了一些这个珍奇异兽，里面有一些我觉得肯定是有这个保育类的动物。哦，不能够拿出来的，所以我们还是买了一尾蛇，然后找到一位非常英勇的一位路人，他的本名叫路人甲，贾大哥，你可以帮我拿一下、这个、哎呦，你小心啊，贾大哥，不是，你不要那么拼嘛，贾大哥小心啊，贾大哥，哎，你很专业，你平常抓蛇的吧？抓过，你抓过啊？对呀，你知不知道这个湖南这个地方蛇很多？你小时候生长的时候，环境里面有没有很多的蛇啊？有啊，乡里面都有啊。那你放地上，你看它会不会跑掉？可以抓，可以抓蛇吗？我要怎么抓它？抓头发上。哎呦！来给我试一下，你放地上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灵巧啊？哎，不咬人。哎，小敏，是啊，你很厉害。你也是啊。小敏，你快红了。我觉得你在看。到了，哎呦，这蛇！现在冬天不了，冬天的那个蛇就温度低一点，蛇就它不毛动。是不是随便一个路人都能够轻轻松松将眼前的小蛇一把捉起？不难想象，在湖南人的心中，蛇应该像鸡或鸭一般常见吧？虽然在西昌街我没有打听到一蛇的下落，却意外发现更奇特的东西。听说在湖南的郴州，竟然有人养了一种会吐血的黄金鱼，本着世界的一定追根究底的精神，咱们马上去一探究竟。哎，刘师傅啊！对，哎，刘师傅你好，早上好。早上。搬什么呢？搬饲料了。搬饲料啊？搬饲料过去喂鱼。现在要去喂鱼是？对。哎，我帮你搬。啊。哎呀！我讲那么快干嘛呢？很重啊！来，好。哦，这水好清澈哦，这就东江湖是？对，这东江湖的。这东江湖，那你今天要带我去看那什么鱼呢？黄金鱼。黄金鱼。对，金黄色的。顾名思义就金黄色的。对。大不大只？3-4斤左右吧。3-4斤。对。肉质呢，好不好？肉质好，红色的。红色的肉。橘红色的肉。好，咱们出发吧。哎，这东江湖这个水很干净。既然有鱼长得和黄金一样闪闪亮亮，而且听到刘师傅说这种黄金鱼呢娇贵得很，可不是每个地方都养得活，只要弄得它不开心还会马上吐血给你看表示抗议，所以也有人叫它吐血鱼。目前全中国可是只有这里才看得到哟。这里就是那个鱼了是吧？对，来吧，喂一点吧。你们一大早就起来喂啊？对，大概一天要喂几次呢？喂两次。哎呦，上来了，好多哦！没有金黄色的啊，这个看起来不是金黄色的啊。其中的一个品种。那这是什么鱼？鳟鱼。鳟鱼？哦，这里是养鳟鱼的，所以
那个刘师傅，你刚刚讲那个黄金鱼也是鳟鱼的一种。哦，对。哦，只不过它是黄金色的。对。原来这一座座的箱网里头养的正是大名鼎鼎、有鱼者之尊号称的鳟鱼。只是说也奇怪，鳟鱼不是喜欢生活在低温又无污染的河水里吗？你看看这四周，不但是工厂烟囱密布，这里的地势也不高，这里养的河水真的有办法养出又肥又大的鳟鱼吗？哎，好啊，这一尾，哎呦，这大了哦，老一尾最大的，这一尾有没有七八斤啊？最大的有啊，最大的有啊，最大的有，它大概长多久才能够？哎呀，好大啊，好大、啊。好恐怖啊！哇，这好大啊！师傅小心，师傅您小心，您小心！师傅，他鲤鱼跳龙门了，他鳟鱼也想跳啊！哎，师傅你好厉害哦，这是真的很大一尾的鳟鱼哎，这经济价值高不高啊？高。这一尾一斤大概多少钱现在？50多块钱。五十多块钱一斤。所以一尾的话，如果说以三四斤来讲，我们算200块人民币好了，也要大概差不多900块钱台币，800-900块钱台币，不厉害了，贵了，啊，这个鱼贵了。这一池大概有几尾啊？大概200尾左右吧。200尾啊，一池就200尾，所以你看它这个基地啊，它这个鱼排呢，不止这边而已，那边都有。这个鱼都是要在，因为在这个东江湖它水温低嘛，现在又冬天了，对。那夏天的时候好不好养？好养啊，这个水夏天也可以养啊。这个水温影响不大，一年四季的差不多，不会超过20度，就二十度 C 以下。哪怕是夏天也一样。一样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水是恒温的嘛，因为它上游是大坝，大坝的雪水，大坝的下层的水。你说这个水坝？对。水坝下沉的水，对，所以它非常的冷，非常的冷，一年四季都这个温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这样问刘师傅呢？因为鳟鱼啊本身是比较寒带的一些鱼类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水温一下上涨的话，不好养。哎，没想到这个东江湖，它提供了一年四季都是恒温的，20度 C 以下的水温，刚好适合养这个鳟鱼。这巨无霸红鳟的活动力也未免太强了吧？不过一尾普通的鳟鱼，要价将近1000块台币，已经不算便宜了。没想到咱们刘师傅更是语出惊人的说，如果是如黄金般珍贵、闪闪发亮的吐血鱼，价格更是直接翻3倍，随便一尾都要3-4千块台币。我说刘师傅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大家现在呢想的念的可都是传说中如黄金一般闪亮耀眼的吐血鱼，快点带我们去开开眼界吧。这个就是黄金鱼，我看一下，哇，好漂亮哦，真的是黄金色的。有几条比较橘哎，然后它的肉中间有一道粉红色的，真的有。师傅，捞一尾上来，咱们瞧瞧，好，好不好？我们把它弄一尾上来瞧瞧。哇塞，金价是叮咚锵锵，眼睛都快睁不开啦！黄金鱼呢，不愧是黄金鱼，活像一堆金条在水里游来游去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不过说也奇怪，这些黄金鱼呢，看起来悠哉的很，根本不会像紧张到吐血的鱼。刘师傅，你不是骗我们的吧？咱们这就捞一只起来，好好的给它瞧瞧。拜托嘛，来。厉害！等一下，讲了半天还没捞到，捞小到了，小到了，我捞的小了，来，我捞的大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它的肚子果然是粉红色的，跟我们之前在那以色列看到的彩虹鳟鱼一样，它的肉也是粉红色的呢。真的，我觉得鳟鱼它这个品种可能很相近，不过呢。这个黄金鳟呢，确实，我觉得在视觉感官上面呢，获胜，它赢了。因为彩虹鳟鱼必须要在阳光底下才看得出来它彩虹色的。这个呢，活生生，你看现在这个天气有没有有点灰暗？不过我没看得到，你看它这个黄色，像不像我们中国古代皇帝在穿的衣服？哎呀，它吐了什么东西啊？这个鱼很娇气的，拿出来基本上它那个。就会出血的啊，就会出血啊！小心啊，小心哎！好吧，放回去。你看他好挺可怜的。哎呀，他已经快挂了，你看看。没事，一会儿他就行。真的吗？啊，一会儿就翻过来。啊，不会吧？一会儿就行了，刚才那条也是那样。
我的妈呀，真的吐血啦，连肚子都翻过来了，你看看。只是请你上来跟大家见个面，有必要做这么大的牺牲吗？吐血鱼这个名号也未免取得太贴切了吧。幸好就像大哥讲的，这只是暂时的状态，不然小马我就真的太对不起你啦。不过刘师傅说，这里的吐血鱼呢还不算最肥美，想要吃到最好吃的就得到养殖场的秘密基地区。这里的鱼比较大是不是？对，都有3斤多一条。三斤多一条，最大的有5斤多，有7斤，厉害啦。那我这自个来啦。哎，这个大，这个大，这个大，哎呀，厉害啦！马上给我网中了，就这一尾了，要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。好的，你看我这一尾，我捞起来这一尾大概多重？你猜看，3斤半，3斤。这一现在一斤多少钱？188。188，厉害，一斤188哎！啊，我们称一下吧。哎，真的3斤哎！哎，一点都不差哎！你看到没有？我的天哪，真的是3斤哎！全身闪耀金黄色光芒的黄金尊，光是看就让人觉得赏心悦目。而为了让我们彻底分辨出黄金尊和一般尊鱼的差别，刘师傅还大方的选了另一条最上等的红尊鱼，打算让我们好好品尝一下，看看这个吐血儿黄金鱼到底尊贵在哪里。刘师傅，这两条鱼呢，我们待会就要做这个鱼身。对，那你们鱼头吃吗？吃。鱼头是拿来煮汤？没有，每一个部分有每一个部分的吃法。哟，我们做一鱼五吃。一鱼五吃。对。哎呀，厉害了！来来来，就开始吧。首先，这个第一次是鱼身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先把鱼尾给剁下来，看看我们师傅的刀法。各位练过的，你看到没有？练家子，你看到没有？厉害啦！掌声鼓励一下。整片呢，一次就给它刮下来了，好厉害哦！哇，好厉害哦，师傅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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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这是哎，真的是那个鱼的肉啊，它是红色的肉。好，现在呢，因为它这个鳟鱼呢，它的骨头的地方啊，其实比较少，它把中间那个骨去掉之后呢，剩的地方就要看师傅他的刀法了，要把这个厚厚的鱼片呢，再切一下，再切，切下来。哇，哦，那你觉得在这个你切过的鱼的种类当中啊，你个人认为哪一种鱼的鱼身你觉得最好吃？肉质？肉质？你最喜欢这种鱼吧？为什么呢？它油脂，油脂多，它的油脂多，而且它的胆固醇低。胆固醇低哦，各位吃出健康喽，胆固醇要低哦。来，先介绍一下我们该怎么吃呢？先吃这个生鱼片，生鱼片，对，这条金鳟，这是金鳟，它的肉比较稍微没有那么红，对，对不对？比较嫩一点，比较嫩一点。好，这一条是红鳟，这条红鳟是，对。好，我们现在一起来吧。好，李先生，一起来，一起来。你们这边都是沾这个酱油跟那个芥末是吧？对。好，来蘸一下这个。哎，味道怎样？这个鱼弹性非常好，而且一般。如果说对吃鱼身的人不太敢吃的人呢，吃这种鳟鱼的鱼身会敢吃，它的其实肉比较有嚼劲，脂肪来讲的话呢，没有像我们一般吃鲑鱼那么多，而且它没那么没腥味，没有腥味。像我们有时候吃尾鱼呢，尾鱼有些人喜欢吃那种那个油脂多一点的，但是有些人会觉得那个油脂会觉得有油腻的肥的感觉，这个刚刚好，非常好吃。试一下这个红鳟，红鳟的，对，红鳟的这块好不好？好好啊，这块厉害，这是红鳟嘛？对，嗯，红鳟吃吃看味道怎么样？哇，红鳟硬，它的弹性硬一点，它鱼比较大嘛，鱼比较大，它肌肉比较结实一点，对对对对，是不是？这个金鳟呢，感觉上它比较嫩。比较嫩，它比较比较娇嫩一点，肉质纤维就细一点。现杀现吃的鳟鱼沙西米果然是一级棒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香煎鱼骨、酥炸鱼尾、鱼肠煎蛋，更是刘师傅一手开发的一鱼多吃料理，保证满足饕客的胃。而他最强力推荐的还有这一道，这是凉拌的。你这鱼皮都是把它给去过鳞片了吗？对。鳞片也去过，肉也去过。鳞片去过，肉也把它去掉了，只剩胶质的部分。对对。然后把它用水穿烫。
烫了一下，稍微刚刚手烫到的。真的，真的好脆哦！哇，没想到鱼皮可以弄得那么好吃，而且你上面有放芝麻，特别好，把那个香味给提出来了。吃起来之后咬进去有个声音。对啊。嗯，非常好。品尝完美味的黄金吐血鱼，小班我可没有忘记此行重要的任务，寻找中国制毒异蛇的下落。在跟刘师傅打听之后呢，他建议我们可以向湖南的北边岳阳前进。他听说那里有一种古代皇帝御用的神仙酒，跟我们所要找的蛇应该有很大的关联。说到这个中国人吃补呢，不管是这个药补或者食补，但有一项是不可或缺的，就是酒补。那酒补是什么呢？中国人很喜欢这个弄很多的酒啊，养命酒、养生酒啊，滋阴补阳的。不过这次来到湖南的岳阳，岳阳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打听到有一种东西呢，叫做是龟蛇仙酒。顾名思义是有龟又有蛇，而且龟是长命，蛇呢又有剧毒。哇，这个厉害啊！到底这龟蛇仙酒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来到一个荒郊野外，听说来到这就可以找到一位龟蛇仙酒的达人小刘哥。我们现在来看看他在哪儿。这边有很多个池塘啊，哎，那边有一位好像在找东西。哎，请问一下你是小刘哥吗？哎，小刘哥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找你呢。你好，你好。来来来来，你可以上来一下，上来一下，上来一下。好。哎呀呀呀，厉害了。我这今天运气还挺不错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是来自于台湾的，我叫小马。啊，你好，小刘哥，我这打听在这个岳阳这地方有一种酒叫做龟蛇仙酒。啊，龟蛇仙酒，对对对，是你们在搞的吧？啊，对对对对。那你来这干嘛呢？我在这里来这边酿酒啊，在这里找了个泡龟蛇酒的乌龟。乌龟啊。这个乌龟要野生的、啊、是野生的，挺野生的。所以在这个地区有很多很多，我刚刚看到有从上面看起来一颗一颗一颗的池塘、嗯、在这里面就有野生的龟啊、嗯、有。可是这样子的话，它这个龟肯定数量很大咯。啊、也不是很大，很难找的，很难找的、啊、从这洞顶湖边上才有，很难找。那你今天来这边这个抓这个乌龟有收获没？还没有，正在找，还没有，正在找啊。那我跟你一起找啦，我跟你一起找找看啦。啊，有乌龟我就叫你啊。不是吧？补酒小宝我是喝很多了，拿乌龟来泡酒还是头一回听到。听小刘哥说，洞庭湖地区出产的洞庭龟，就算五年不吃不喝也不会死。在当地呢，有神龟的封号，更被誉为是补中之王。而他和毒蛇所泡出来的神仙酒，据说还是古代皇帝苦苦追寻的长生不老酒。只是这里看起来如此的荒凉，真的会有洞庭龟可以捉吗？给你讲，给你讲，好不好？这一池子里面搞不好就有嘞。然后呢，我现在站在高的地方呢，我决定怎么样呢？从上面鸟看。先从整个湖呢，我这个也对我来讲是一个湖啦，先这样子四周先这样仔细看，因为有时候乌龟在里面它会有点障眼法。哎，找到了。啊，有吗？乌龟呢？啊，在里面。哎呦，这厉害嘞，我都看不到，我看到一大堆石头，奇怪了。我看看、啊、来来，哎，真的是乌龟啊。嗯、哎呀，老龟了，这小龟，一只老龟。这是老龟吗？嗯，蛮大的，这蛮大的，几十年了。这是你一般都抓这种乌龟是吧？嗯嗯，这是乌龟，肯定是乌龟、嗯，有没有？嗯，它这个颜色呢，啊，非常的健康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一天来到这个地方啊，你大概平常的时候你过来这边抓这个乌龟啊，大概可以抓到一个几只呢？说不好，说不好。有时候几天，一个星期抓不到啊。有时候运气好，在一个地方可以抓到好多。哎，今天有收获了。那这是待会就是，它是活的丢到酒里面泡，它不是，它要静养，静养啊，静养，先养它啊，养它，把身上的细菌养完，把它杀菌，哦，先杀菌啊，杀菌，然后呢，再泡酒，再泡酒，哎，这过程还这个程序上面还蛮繁琐啊，有吗？繁琐，好。现在你一个了吗？我看看。嗯我跟你讲啊，来来来，给我一个好手气，给我一个好手气，我也来抓一个给你。没想到这一个个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小池塘，竟然真的有乌龟可以捉耶！听小刘哥说，这里其实也是洞庭湖的一部分。
只是因为呢，现在的枯水期，来不及离开的乌龟就会留在水池边，所以现在正是将它们手到擒来的最好时机。看看附近还有人来钓鱼，就知道这里可是生机无限。咱们赶紧再来找找看，还有没有其他的乌龟呢？它都出现在哪里啊？小哥，石缝里面，石头缝里面是不是？啊，石头缝里面。这里有，这里有，这里有，这里。你看看这里，这里。有了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这里有石头缝。你讲这个，这里我刚刚这边看不到的。小心点。这只也是大只的呢。大只的，大只的，大只的。哎呀！小心，小心。拔不出来。拔不出来吗？嗯。怎么了？它卡住了。好哎，你看看我是不是很厉害？厉害，厉害，厉害。厉不厉害？哎呀。你看看我这只颜色不太一样哦。嗯，你刚那只，你刚那只拿起来我比比看。我这只比较大哎。你那只是公的，我这只是母的。真的啊？嗯，来叫老公。你看我这个比较大哎。这里肯定还有，小心点啊。那里？哪里啊？那里，有一只在爬。啊。哎，坤哥，看一下那只，那里。那边有没有看到？远远的有人在爬。看到了。头伸起来了。所以很多哎，这里。我觉得这个石头搞不好翻那个大块石头翻起来，里面搞不好还有。哎呀，别跑，真的有一只哎。有没有？啊。是不是？啊。那只公的母的？又是母的。还有吗？有啊。哪里？哎，那边还有一只哎，我们摄影助理也发现一只了，太屌了！哎，小刘哥，我来到岳阳这边跟你抢生意，你完蛋了，我手气太好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哎，这里有一只嘞，我们又一只嘞，你看到没有？嗯，啊，今天运气不错吧？嗯，因为你知道找动物啊，一定要找水源。水源的附近呢，就会有这些动物存在，因为它以水为生的嘛。话说这些洞庭龟常年生活在洞庭湖周遭，吸收天地精华，据说用来制成神仙酒是最适合不过。只是在这里找龟找了个老半天，这神仙酒到底要怎么制作？小马我还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。你看看，哇，我们今天算是收获蛮好的哎。嗯啊，你算过没？就我们几只啊？嗯，抓了几只？抓了四只。四只？嗯，所以待会回去之后，这四只就是要先你刚刚说的那个程序是什么？先让他们先寄养，然后呢，直接是要宰了它吗？不用，直接丢到酒里面泡。啊、所以你们基本上是让它醉死的吧？啊，醉死。你们一缸要泡多久呢？一缸要泡最起码要泡17、18年、20年。一缸泡17、18年、20年呢？啊，对，哇，那跟搞那种 whisky 一样啊、哦，对不对？ whisky 要12年以上，然后15年、18年。原来小哥只是负责做洞庭龟，再将捉到的龟卖到专门制造神仙酒的工厂。不过小哥既然说这神仙酒里的龟和蛇需要浸泡大约20年的时间，想必数量是非常的稀少和珍贵。话不多说，咱们就是直击神仙酒的秘密基地。哇，董事长，这就是一缸一缸的那个龟，里面龟有蛇，有蛇有龟，那里面的酒它是什么样的酒呢？是药材的酒吗？这个有一种有秘方，这个酒哎是药材浸泡，药材浸泡，大罐里的，大罐里的，基本上的酒浸泡就是收起来也是。我知道董事长说的意思，各位观众，这个龟蛇仙酒呢，有一个酒在。另外一个地方已经泡了20年以上了，里面有很多的龟，很多的蛇。现在那个酒水呢，要拿出来分装了。奇怪呢，这里和一般制酒的工厂根本没什么两样。神仙酒不是应该很神秘珍贵的吗？如果硬是说现场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，应该就是这两桶看起来好像泡了很久的乌龟和蛇。哎呀，好多蛇啊，师傅，这蛇我可以拿一尾吗？可以。这个蛇基本上它泡在酒里面，以你所知道的多少年的时间了？有20多年了。没有任何你刚刚说这可能就放一开始的时候腥味没有，真的没有哦。我闻到的就是有淡淡的酒精的味道，
酒的香味。哇，乌龟，来一个龟呀、啊！哎呀，这个龟呀、啊，这个龟它泡多久了？泡二十多年了。也泡二十多年了。也泡二十多年了，你看这个龟，到底这个一开始你二十几年前怎么会想要这个龟？酒厂怎么想要做这个？因为我们是什么呢？根据我们这个洞庭湖啊，洞庭湖啊、对，在这个洞庭湖上面这一带，这个渔民打鱼风湿比较多，风湿，再一个是需要强身，对，再一个补肾，补肾，对，他们就是说你在民间的这个秘方里面，哎，挖掘出来的。挖掘出来的，挖出来以后呢，就是说在汉武帝的时候，是调南巴到我们这个君山，是来求仙酒，求仙酒，长生不老酒。哦，有一个这个典故在里面。当时在记载这个仙酒，就是这个，仙酒是我们民间这个用这些药啊、动物啊浸泡出来的酒。我觉得好像在仙丹里面哦，因为中国的文化这么悠久，对不对？这么有这么多的这个以前皇帝呢，不管是炼仙丹也好啦，民间的一些这个秘方也好，配方也好，很多留下来都是超级不一样的，它是有别于西药材的，对不对？它是完完全全东方的这个补身体的一个思维在里面。以这个二十年的龟蛇仙酒，它的量有多大？很大吧？天是我的料，就按照我现在这个规模销售，二十年算不完。二十年销售不完。原来神仙酒的称号呢，就是因为这个传说而来。不过董大哥说，他的神仙酒二十年都卖不完，不会是在吹牛吧？难不成他的储酒槽比足球场还大？不多说，咱们这就和董大哥去见识见识他的秘密酒窖。这里就是真正的这个二十年以上的龟蛇仙酒的大本营。这一瓮一瓮的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浸泡，浸泡的，已经打开来了。来来，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这一瓮是乌龟，很明显的，整缸都是乌龟。这个呢，整缸也是乌龟，所以你龟跟蛇是分开来，对不对？这个分开是浸泡的。那你该不会就是你刚刚说了，就是说你可以提供差不多二十年的货量，不过不会就这个缸吧？好，那这个是你不要跟我开玩笑，这个标本是让我们。看一下客户啊，来看一下哦，看一下标本。其实我都在这里。哇，这些全部都是你，不会吧？这一缸缸的全部都是啊。这一缸缸的一罐。你刚才说这个配置桶里面，这十吨一桶里面全部都是乌龟跟毒蛇，还有中药材。对对对，就放在这里，放了二十年。OK， 那总共有几层？这是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有的就你讲了，没有，没办法，没有。你今天不在这边说个明白，我们就不往下走了，不往下走了。观众朋友，你能想象吗？这一座座高达3公尺的巨型铁桶，竟然都是泡满了乌龟和蛇的酒。听董大哥说，这间酒厂呢，二十几年前就已经根据民间的秘方，在大量制作神仙酒。2年前，他收购了这里之后，刚好是神仙酒可以开封出关的日子。为了让一般人也能有皇帝般的享受，才决定将神仙酒平民化量产。而且平常来厂里参观的客人，都只能到这里就止步。就是今天，董大哥决定让我们深入禁地，亲眼目睹满坑满谷的龟和蛇到底是什么样惊人的模样。现在我一上来这里啊，我就感觉到很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。这里一般人是上不来吧？我难得上来的，因为这是你们非常保密的一个地方哦。一个是保密，一个是私钱，所以怕这里有人来。哦，安全问题，安全问题。那这一桶是放什么的？这一桶是龟，乌龟，全部都乌龟。里面你有你大概可以估计里面有多少只乌龟？因为这桶很大。多少只是乌龟啊？这没有数，很可怕。这个桶很大，你可以拜托了，你先让我大开眼界一下，请你把它打开吧。来，打开看看啊。那雷大哥，可以吧？可以。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就好了。闻看味道，整大罐闻一下是味道。哎，各位观众，想不想看一桶有
10万10吨，一桶10吨的药酒，龟面的乌龟到底是什么样的场面呢？来，灯光下，直接来看一下，坤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一桶你看一下，里面它是满满满，各位，它不是讲说什么水10分啊，哦，乌龟只有3分，这乌龟真的是满到家嘞。这个箭炮出来的就是叫龟印，夸不夸张？夸不夸张？不只是乌龟，连蛇也是这么一大桶一大桶的泡，而且都是著名的毒蛇，像是眼镜蛇或是雨伞节等等。看来湖南以蛇出名，绝对不是随便说说。不过说了这么多，这神奇的神仙酒究竟是什么样的滋味？是否如大家所说的具有神奇的功效？当然要来试喝一下。哇，董事长。若是金樽空对月啊，啊，斟满来，是龟蛇仙酒啊，哇，你知道吗？这真的有历史的感觉，因为它一倒下来我就知道这已经是精华液了，20年以上的精华液，精华都在里面了。董事长啊，谢谢，谢谢，我们就干了这杯，啊，好不好？每天点赞，每天小小的来一点点，啊，让自己身体更健康。是的，来。好啊，哇，声音很洪亮的，喝个还很顺口。对，因为我的身体呢稍微比较差一点，你可以再来一杯吗？对，我们就多来一点。哎，好喝哎，而且比我想象的好喝很多哎，一点都没有任何那种怪怪的味道，就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喝的，也不算太烈。这个大概酒精浓度多少趴呢？酒精浓度是35%。35%，一般的这种 whisky 在底下一点点，要不然的话，人家到40几度的都有。这个35%刚刚好，入到喉咙里面的你也不会觉得有辣的感觉。来，再来一杯，再来一杯，来，啊，通血路的感觉出来。虽然神仙酒的功效如何，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告诉大家。不过这里既然是有这么多蛇，想必董大哥一定听说过异蛇村。一问之下才知道，柳宗元笔下的永州正是湖南最有名的蛇窟，而异蛇村一定也在其中。然而就在我们前往异蛇村的路上，却意外碰上永州的捕蛇人正在寻找野蛇。这边都是草了呢。那一条竹蛇看一下，看到没？哎，等一下！哇塞，师傅你太快了吧你！你太快了，那什么蛇？眼镜蛇！这里就有蛇了！我的天哪，我要走了啦！我给你拿袋子。不是了。拿袋子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我只是这样抓，抓它。你知道我现在连蹲在这里我都怕，我连蹲在这里我都怕。师傅，你刚刚太快了，我根本没有看到蛇，你就已经抓了。这是公的母的？这蛇是公的。公的蛇。哇，师傅你好厉害，我根本没有看到哎。如果说像我刚刚这样没有看到，我走在这个路上我很危险，对不对？它有可能踩着它，踩着它就会咬你。好 ，OK， 这眼镜蛇。所以呢，这边这个路啊，其实一般来讲啊，像这现在应该是比较属于他们差不多要冬眠了吧？哎，对对，现在快进入冬眠了，快进入冬眠的状态了。其实应该晒太阳，因为今天中午哦，温度有稍微上升一下。哎，对对，我们刚刚还在私底下还在跟那个摄影师讨论，讲说，哎，这边温差好大，因为中午有点热。哎，中午那他就出来晒太阳。可是我现在说实在的，因为你刚那个速度很快啊，我都还来不及看到你是已经抓到蛇。我平常讲，我现在其实我不太敢往前走了。没事，不是啊，你自己看，观众，你自己看这个，你怎么分辨蛇在哪里？我没有办法分辨蛇在哪里啊！而且你刚在抓的时候，你根本没有跟我讲，你就跑就去抓了。抓蛇肯定要快，你如果慢的话，它就跑了。问题是，如果我走过去说我脚踩到蛇的话，哇，那也很快，它咬我。那是，所以走路的时候必须要拿一个棍子。你先走吧，你先走，先走，没事没事，你先走，没事没事。不送了，拜拜。我好害怕，我怎么走啊？你看他刚刚这样子就拉到一尾蛇，我怎么去了？我的天哪！等一下，我真的要打草惊蛇，因为你有眼睛，我是看不到啊。
那就是一蛇。那里有蛇哎，那就是一蛇，就是。它就停在那里不动哎。你说那什么蛇？一蛇嘛，那就是一蛇。它长得好可怕哦，你看它的头，它头是三角形的，扁扁的，而且像乌龟，像鳖。那它为什么停在这里不动呢？它，所以说它胆子就大，不怕人。小心哦，你小心哦。给我拿纸袋。小心哦，你。你小心啊你。它会攻击人。跳起来，对，它会跳起来啊，你小心啊。那怎么按呢？怎么按呢？速度好快的。你按住了吗？按住了。哇，嘴巴整个张开了，来来来来来，看看。到底这位捕蛇人和异蛇村有什么关系？为何他能够轻易就用双手捕捉剧毒眼镜蛇？下礼拜小马将深入异蛇村，看看村民如何与异蛇一起生活，更将直接面对异蛇的生死威胁。究竟小马能不能够安然无恙地逃过异蛇的毒牙攻击呢？下周的世界 Daily 将给你最骇人听闻的湖南异蛇村。